掌声鼓励杨妮琪带来这首好听的闽江乐曲。我们常说呢，人生最苦难的时候就是需要他的鼓励，最幸福的时候也是需要他的安慰，这个就是朋友。朋友之间最大的默契就是互相的关怀，互相的鼓励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带来这首好听的手语表演，双人手语组表演这首朋友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。